怎么不吃？感觉蛮好吃，我没有不吃的，我只有很多想吃的。但它也是咸蛋黄口味，麻辣麻辣。我以前吃的云吞面都很不好吃，我现在有点恐慌。哇，好大的猕猴桃！昨天德芙买了那个红心猕猴桃。关东煮的，好可爱，想要带回家。哦，这边还有冰箱贴，是寿司的。我是做工嘛，他不是过来旅游的，来芳芳的。哦，芳芳也要吃这个，这是新加坡小吃。这是花生吗？椰子。哦，是椰子。好空啊！傻。他有说几层吗？好黑啊，这样白一点。来，你给我介绍一下哪一个是哪个？两个都大概长一样，是很了解。超夸张，应该有吧。不是，我知道那个是拉萨，这个是什么？拉萨，欧达。里面有，是辣的，但是不只是肉啊。嗯，好吃，好吃吗？肉是好吃，就是跟我想象中的很不一样。嗯，哦，好辣。对，我在拍视频。比雷店好吃啊！这是你说要这个吗？你不是要那个？这个啊，飞害。
哇，好啦，就这样吧。你这是真实想法吗？就因为我只想那个，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这是奥托空那集？我有点懒，奥托空那集有点懒呢。拜拜。他不应该这么开心的。啊，他的蛋。